来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，抵达哪里呢？抵达我们下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是捷克布拉格。这五年来第一次带着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分别不到两岁跟不到五岁啊。直到如今，今天呢，一个已经八岁快九岁，一个五岁六岁啊，这样的年纪呢，其实感触很深啊。看到他们也变懂事喽啊，开始会帮忙拿着行李，所以有时候感觉上很不一样哦。他们正准备开始发展他们精彩的人生呢，小朋友们，未来国家的主人翁，而爸爸妈妈正准备开始他们的人生的下半场了，而我呢，就衔接了未来跟人生下半场的中间，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哦。每一天，每一年，带着爸妈去旅游，当然了哈，人不可能越来越年轻了，看着父母亲慢慢的老了。看到小朋友慢慢的长大了，这种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哈、哦，这种感受呢也非常的奇妙啊。第一次带着他们出来旅游，希望呢将来呢能够再带第二次，再带第三次。现在呢已经不是再带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现在的想法是呢，我要带到我带不动他们，就像我爸爸妈妈小时候都带着我们到处去玩一样，我也要带着他们。带到我不能带为止，带到我走不动为止啊！那包含着孙子，包含着儿女们一起出来啊，这种感觉是非常的快乐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捷克的布拉格，冬季的布拉格，来到了布拉格的广场啊。其实布拉格我们来过的非常多次啊，那公司的旅游呢也来过好多次的摄影，但在冬季来还是第一招啊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布拉格的中心广场。布拉格广场，很多人说没有布拉格广场这个地方哦，但是我总是觉得呢，这样叫比较口语化啊。在今天我们来到布拉格的时候，刚好呢。布拉格也开始到了晚上呢，下起了雪，这是天文钟啊。这个天文钟进入了冬季呢，开始做大型的维修哦。所以很可惜，今天来到这边呢，没有办法带着我爸爸妈妈啊来看天文钟哦。啊，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过，我来过这边好多好多遍了啊。但是呢，我爸妈还是第一次来啊。所以只要是跟着他们出来，带着他们出来玩了，总是我去过再多遍的地方，甘之如饴啊。能够带他们看看我所见过的地方也是不错。小朋友当然也是第一次来啦啊，那没有想到从芬兰飞到这边来呢，这边呢依然下着雪啊，只是整个气温呢大概在零下五度左右，跟芬兰比起来呢完全不一样啊。从零下三十度到零下五度啊，怎么忽然间觉得自己完全都已经不怕冷了，还觉得有点热啊。在布拉格睡了一晚，隔天早上起来带着他们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捷克布拉格，来那么多趟还是觉得它很美丽啊。这里是查理大桥，就是我头前讲的啊，一个人生的下半场开始，一个人生的未来即将准备开始啊，人生的上半场准备开始啊。你看这里还有很多流浪汉，欧洲的流浪汉很特别哈，他自己流浪还会带着一只狗啊，一起跟着你流浪，有没有发现哈？这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啦。很多小朋友像跟着我，就问我说：“为什么这里有流浪汉呢？”当然就会趁机的哈，解释给他听哈。社会百态，你可以看到伊斯兰，你可以看到天主教，你可以看到基督教。我
永远都认为教育非常的重要，我更认为呢，人格品性的养成非常重要，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，在我们的周遭，有太多太多的人，他的人格教育做得不好，他的品性教育做得不好，也因为这样子，在这个社会上，自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。就像我常常也告诉他们，小朋友很多事情，比如说，你在人生当中，你一定会遇到你很不喜欢的人，污蔑你的人，你讨厌的人，你喜欢的人，对你不好的人，没有规矩的人，自私自利的人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自己去释怀他，你等下想活亏，不要让这些人影响到你，干预到你，你不可能这任何一个代志，每一个人都会喜欢。孩子就问我说，你哪都知道，我说因为我跟你们一样，我对小孩到大孩，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还是会遇到跟你们一模一样的事情，但是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心态去看，去解决这些事情。我很谢谢我爸爸妈妈给了我非常良好的教育，我更谢谢我周遭的人带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。今天我常讲，我如果能够带着爸妈到世界各国旅游，我要感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刚刚是查理大桥，现在查理大桥旁边呢还有很多的什么游乐设施啊。做带着爸妈去旅游这部片子啊，有一点不太一样啊，它不像一般我在做片子一样，它多了一种阐述我理念啊，多了一种哦传达家庭观念的方式给大家。那我们经过了贯穿布拉格南北的伏尔塔瓦河，布拉格横跨河流的17座桥当中的查理大桥，河上修建了第一座桥梁，连接的新旧两层，距今已经650年历史了。我们从新旧两层之间跨越悠久的历史建筑的艺术啊，就是布拉格最有名的古迹之一。来到这，我用着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讲解给大家听，不再是深刻的历史，更多的是理念、观念、家庭，对于孝顺，对于你父母亲，对于小孩子的人格的理念的阐述。走到了新城这边来呢，咱来再看点啥啊？看了今摆你行的这哈，这种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 roll 啊，哈，卷卷的哈，它的英文名字哈，这种。啊，里面可以放很多的寿司啦，cream 啦，巧克力啦 ，ice cream 啦，冰淇淋上我弄个啥可能，完外面再撒上这个花生粉，在台湾的部落格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哈，在台湾很特别哈，部落格的流行 ，FB 的流行呢，有时候没有什么的东西哦，说实话会被炒作的炒翻天的啊。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啦，啊，很特别啊，对人来讲，真正要吃的时呢，我感觉想甜啊，所以我就买了原味的啊，来给爸爸妈妈来吃。为什么？到底嘛拢爱吃当地的物件？Introduce this. Okay. You tr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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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沿着伏尔塔瓦河的流域，经过了这一个伏尔塔瓦河旁边会跳舞的房子，有看到了啊。我们现在离开捷克，准备前往哪边呢？因为这一趟我的飞机刚好到捷克来转机，顺便就带他们到布拉格来逛逛了。其实捷克很棒哦，准备离开布拉格，你们看到捷克的国旗啊，捷克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国家啊。你在这个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国旗飘扬着哈，一个爱国、一个爱国家的国家，自己这个国家自己都看得起自己的国家呢，你一定可以看得到，他到处在凸显他这个国家的国旗哈。那一路上下了雪，一离开布拉格，郊区是下雪的，这些应该都是昨晚下的雪啊。
我们现在呢前往下一个叫做 CK 小镇哦。这一趟我们将前往 CK 小镇，跨越过去到奥地利的哈尔斯坦德。一路上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我们都有拍摄过，但是呢我爸爸妈妈没来过，所以我的船来到这个 B 的 CK 小镇。这一趟很可惜是我大姐没有跟来。当然回到现在 CK 小镇进来了，开小车的好处是什么？小车可以直接开到中心点。这一趟我的大姐没有跟到，我回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大姐生病了。所以有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说，我感触也蛮多的。为什么这么说感触很多呢？生病了，当我到医院去走上一遭的时候呢，我的心里面的感觉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啊。当进了医院呢，你才会惊觉到快乐的重要性啊。当走到了医院绕上那么一遭呢，你会觉得生老病死在你内心这种交杂，哇哦，很难说很难说很难说啊。我何等何等的幸运哦，有这么多的家人们呢陪伴着我一起成长啊。但是虽然人难免很难避免生老病死这件事情呢，但看到大姐的生病呢，其实内心也是很难受啊。但是呢还好她有非常非常快乐的心情，向上的心情啊，乐观的心情啊，乐观是一切最好的良药。在这边希望我大姐能够顺利的康复啊。那也知道说啊，原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人生计较那么多做什么？人生想那么多做什么？人生努力的往前走，该认真工作认真工作，该认真生活认真生活，该退休要退休，该含饴弄孙要含饴弄孙，该去享受你的人生的时候去享受你的人生。所以我说呢，人生百态，你进了一趟医院，你的人生观就即将改变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是 CK 小镇，第一次来拍摄冬天下雪的 CK 小镇。在这条河上面，上面有的河神啊，刚中世纪的库伦诺夫，把它简称叫做前面两个英文字母的大写，叫做 CK 小镇，就像掉入时光机的隧道一样。我常讲，你可以冬天不来，但我必须讲，很多时候冬季真的就是不一样的美啊。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在春夏天出来，这个我能够理解啊。但是除了我个人的时间以外，其实我更喜欢冬天出游，雪景真的怎么看怎么让人家觉得很 romantic， 怎么看呢让人家一直觉得呢心情愉快啊。旁边这个是彩绘塔，捷克有许多可看性极高的中世纪的小镇， CK 小镇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啊。这个小镇呢也是在南波西米亚的小镇库伦诺夫，简称叫 CK， 超过300年的历史的建筑物而闻名呢。来到这儿，世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。你看看披上白雪的 CK 小镇美不美啊？也被很多的杂志封为必来之处。虽然我不太喜欢讲是必来之处啊，因为有时候这个旅游用的标语啊，必来，此生必来啊，是觉得就是很值得一来啦，应该这么讲啊。来了，我们现在呢，慢慢的往山上的城堡中心走，来看看这个 S 曲线的伏尔塔瓦河环绕的，有没有？就环绕的这个库伦诺夫叫 CK 小镇。CK 小镇自13世纪几百年来，历经五大家族的统治历史，家族的建成，地处偏南，又被伏尔塔瓦河围绕，形成了天然的屏障。我们一路的雪呢，走到哪雪就下到了哪，很美啊，真的很美哦。5个多世纪以来 ，CK 小镇一直平安的发展。
19世纪以后几乎没有新的建筑物，今天的库伦诺夫跟两个世纪前没有什么两样。1992年列为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主要原因， CK 小镇的灵魂来自于它底下的伏尔塔瓦河。伏尔塔瓦河呢就呈现 S 型 曲线型的呢，把这整个 CK 小镇呢环绕成了两个区域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圣人和神呢，像其太极图案里的小城镇呢，以古堡为中心的叫做城堡区，我们就站在城堡区，另外一边被河水包围的叫做市政广场的旧城区，这两个地方下着雪怎么看怎么美啊，那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了，这是我个人喜欢，所以我说每一年就这么几天，我会用着时间带着给了一点时间带着父母亲来国外旅游，把这一部片拍下来做给他们永远的礼物哈。我就说了，不管他们七八十岁以后再回头看看，哇，自己年轻的时候南征北讨啊，骑马啦，拎上钓鱼啦等等呢，都做过了啊，带着满满的回忆啊。那小朋友当长大之后呢，永远可以记得，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呢，你跟着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做过了什么事情呢、啊？这样子的感受呢，这也就是我曾经讲过的这个叫什么人格教育的养成呢、啊、我常讲，常常跟周遭的人讲一句话，不管在工作上还各方面我都讲，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要不要去做。不管是带着父母亲旅游也好，不管是陪着爸妈吃一顿饭也好，不管是带着儿女们也好，很多的事情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它，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得好，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它。在我的心中没有太多的借口啊，该做能做的我们就去做它。在这里哈、啊，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巨大的石柱支撑呢，有很多的城堡就盖在那种巨石的岩石上面啊。那在这当然呢，曾经兴盛过，也曾经荒废过哦。那现在当然呢，因为荒废而把整个中世纪的样貌都保存下。走一走肚子也饿了，我们来吃吃这个我们好吃的主角餐了。为你呢？我已经有叉子。我是为你。在捷克，在欧洲，这种地窖餐厅非常非常的多。以前很多的地窖都是传教士等等，或者是一般的人家拿来储酿酒的。大部分都是传教士，因为以前酿酒呢或储藏食物呢都要放在地窖里面了。主人呢、啊？啊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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